妈，我哪里来的呢？你来自妈妈十月怀胎的肚子呀。孕妈妈是什么感受呢？欢迎收看孕妈妈体验记。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，犹如你落河底，经过几道闪电，看到一堆光圈，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，擦拭我的脑袋，没有机会返回去。我的肚子好大，衣服都被撑开了。直到我听见一声音，我确定是你听到我的肚子啦。可你怎记得我？我带来了灵界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你注定是一车相遇？我不想让妈妈再生宝宝了，我不想让她那么难受。我现在信心的照顾这个宝宝，我一天怀着宝宝太难受了。这个宝宝太大了，我都看不见脚下的台阶儿。但是这个宝宝，这个宝宝太大了，我的衣服小小的，他都快把我的衣服穿破了。我睡觉的时候都害怕把宝宝给压倒了。这天照顾宝宝可真累呀、啊、妈妈克服了很多困难，像一个小超人一样。妈妈辛苦了，我爱你。妈妈，你玩宝宝的时候疼不疼？我都想抱抱你了。妈妈，我要快快长大，我要保护你。你是我的妈妈，也是我的小公主。我有一个小弟弟，最好了。妈妈，我要做你的迪迦奥特曼，每天让你开心。妈妈，我要做你的小超人，保护你。妈妈，我在您的肚子里待了十个月，我在您的怀里四五年，但是我在您的眼里一辈子。